大家好，我是范江彦。不，大家好，我是范江彦峰。今天要来挑战一心二用，快问快答。这要干嘛？我不是很想跳一下。开始录制前，来说说你的心得。觉得蓝莓很好吃，然后可能是范江做的，所以蓝莓特别好吃。范江做的，帅哟、哦，很帅哟、哦。不好意思，阿谦忍不住，对不起。我觉得你长得像我一个亲戚，我妈的儿媳妇。这个很，人家第一时间反应过来，我妈的儿媳妇。你们看到是这样的。哎，还好吗？没事就好。实际上是这样的。好，给我。来，就是你们要上去那个情侣。